美女不当白不当，上班也要化全妆，化妆整齐走哦。我现在基本上每天中午都不用点外卖了，都是我男朋友给我送。吃外卖吃多了，就是那个啥子菌就会比较多，然后嘴巴就容易臭。今天换个步骤，先上粉底，再上遮瑕。再把这个比较明显的黑眼圈遮一下就 OK。这样子上遮瑕的话，就不能直接用手了。对于我们这种上班族来说哈，现在只有上班才会化妆了，休息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躺在床上的，所以上班还给了我当美女的机会。眼睛还是随便画，我也不晓得我今天这个衣服适合画哪种颜色的眼影，中间再来点亮晶晶。我好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东西。我贴双眼皮贴大概贴了5-6年了，所以我现在这个眼皮啊就下垂的特别厉害。视频里面看的不太清楚，但是现实生活中真的就很显老。还是老样子，先贴假睫毛，后画眼线。其实我想画一个不一样的妆容，奈何我的化妆技术有限，每次画出来的妆都很普通。开个泪眼妆。腮红打这一块，打这一块的话，现在这个妆容要干净一些。男朋友给我送饭来了，但是我想先把口红涂起，把这个妆容先完善了。这个颜色是158。我学化妆以来哈，我这个眼线是我最满意的。OK， 妆容画好，就给你们看一下今日份的 OOTD。这是我男朋友，这是我的附属挂件，拿个斜挎包，快点，这是斜挎包。大概的话就是这样子，我一站起来就没得那个气质了，我的长相跟我的身高严重的不符。好了，姐妹们，拜拜！我要吃我男朋友给我送的饭了，拜拜。